加分。Oh yes。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在这里，我或者是要好没好的。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刚在地铁里没信号，相信我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非常认真，相信我。我去送你，现在就出门了，我们火车站见，等我。好，那你坐酒店门口的电车过来，我就在下一站。他们说如果看到最美的落日和星辰，要标注上某某时分。他们说必须有勇气穿过沼泽和丛林，经过了考验的感情才会加分。 Oh yes I know， 直到我在暴雪时分遇到你，和你有关的一切都是我生命的前分。我的呼吸，我的节奏和情绪，看世界的眼神变得无比认真，直到我的血气十分拥抱。反正已经见过教练了，送你去车站再回来没问题，之前都是你来，你该我送你。为什么问我在学校有女朋友？就觉得太快了，心里不太踏实。那你说说，我该怎么样自证清白？我都来送你了，还要怎么证明？要是不相信你，我来都不会来。总过来。每天都忙着上课、兼职，还有练球。今年毕业，我是恨不得一天拆成三天用，找工作、修学分、申请读博，还有每天的固定练球。最近的话，还要一直往返两个城市。相信我，除了睡觉和你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。什么叫睡觉和我？措辞不同，但意思你明白就好。